是不是神速，兄弟们啊，是不是神速？来，感谢大家啊，小姐们来，大家有需要木耳的，咱们家东北黑木耳，你们有需要想吃木耳的，吃木耳呢啊，清肺润肺啊，缓解便秘，降血压，降血脂，老年人孩子都喜欢吃啊。来，看好了啊，老四，预备，一，二，三。我的妈呀，老四啊，我能抢过你吗？你紧张啥呀？老四怕我跟他抢，兄弟们，俺家老四怕我跟他抢。啊，老四怕我跟他抢，咱们来一个近景的，兄弟们啊，咱们来一个近景的啊，好，再跟老四来一回，兄弟们，再跟老四来一回，来个近景的，啊，我要扶老四起来啊，老四吃的嘎嘎快，兄弟们啊，咱家那个木耳啊，19块9/4两呢，大家光炒菜可以炒七八回、八九回，兄弟们啊，就是20块钱，你可以炒七八回木耳。啊，拌凉菜吃啊，上火锅吃啊，然后呢，炒肉啊，包饺子呀、啊，都可以放木耳啊。大家这是二茬木耳，木耳非常厚啊，老铁们，木耳非常厚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老四你轻点，你慢点吃。兄弟们来个近镜头啊。这么的吧，老铁们，我让你看看你家老四的哈喇吧，哈喇子吧，兄弟啊，我让你们看看老四的哈喇子啊。兄弟们啊，看老四的哈喇子啊。来，一、二、2.5，等会儿老三，一、二，你等会儿。四太紧张了，兄弟们，俺家四迷糊太紧张了啊，他现在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兄弟们，四迷糊处在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啊，四哥，嗯，特别紧张啊，太紧张。磨牙棒小贵宾能吃吗？当然可以吃了啊，咱家这个小磨牙棒是买大的赠小的，知道吧，你们拍第二个链接啊，那三根那拍一包呢，那是三根加一块呢是一米长啊，你买这一根磨牙，再买这一包磨牙棒，赠你这一包小袋的啊，特别划算，兄弟们，这一包小袋平时我卖19块钱，兄弟们，平时我就卖19块钱啊，你们可以上某宝去看去，我平时卖19的，别人家也是卖这个价啊。感谢白玫瑰皇后姐姐啊，然后呢，大家想拍木耳的兄弟们，大家拍一单木耳啊，感谢大家了。然后呢，兄弟们，三八连一下一号麦，感谢咱家一号麦大哥来咱家捧场，来咱家刷礼物。